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线上手语教室。我是龙老师连桥，我是听人老师魏。连桥老师，你的垃圾啊，好像没有分类耶，都乱丢了。不是哦，我是等一下要教大家垃圾要怎么分类，所以我先通通把它丢进去，变成一大包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啦。好，现在呢，随着工商业经济的进步，垃圾量越来越多，所以现在呢，世界各个国家都很重视什么呢？资源回收再利用。那资源回收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？垃圾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分类呢？要怎么样分类才好呢？今天的手语课，我们要一起来做垃圾分类。开始今天的手语词汇哦。第一个字，脏，手要弯下来，脏在鼻子前面，脏，脏，为什么这个是脏？常常鼻子旁边都会藏污纳垢，所以脏，脏，衣服很干净，所以鼻子这边常常会脏，脏。好，下一个，垃圾，脏，要把它丢掉。垃圾，垃圾，平常呢丢垃圾，丢垃圾，都很脏嘛，那个桶子很脏，所以就是垃圾，就是用动作来表示。下一个手语，废，废就是不要的东西。不要的东西，废，废。OK， 厨余啊，剩余，剩下的啊，原本这么多，然后剩下的，剩，剩余，剩余。好，下一个，厨余呢？吃剩的东西就是厨余。吃剩的，你们吃完以后啊，还有一些剩下来的东西嘛，盘子里面还有，所以就是吃剩的厨余。OK， 分类，分分分，分分分，分类。好，如果再细一点的话，分类，好，种类。分类。好，下一个，资源，资源。好，这个资源这两个字有很多的意思，但是我们在资源回收，我们就比这个收集过来的各种的东西资源。好，但是像那个如果是身心障碍孩子跟听人正常的孩子一起念书学习，那个资源的意思又不一样哦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们造字的话，我们可以比资源班，资源班。那但是我们这边因为是说回收垃圾，好，所以我们就是资源。好 ，OK， 下一个回收。回收，照字面，回收，这个把它收集起来，收集起来，然后不要丢掉，再做分类。
好，下一个卫生纸，两个笔法，第一个擦鼻涕，用两只手，擦鼻涕。第二个用一只手擤鼻涕。记住哦，轻轻，不是拉那么长哦，拉一点点就好了。啊，对对对，卫生纸，第一个笔法，两只手，卫生纸。第二个，哎，很好，都会卫生纸，很好。还有另外呢，还有一个情形不太一样，比方说是抽面纸的卫生纸，啊，就用抽，就抽出来的卫生纸，啊，抽取式。还有这个是什么？小包的卫生纸，啊，小包的卫生纸就抽，不一样。还有那个卷筒，厕所里面常常用的卷筒撕，对的，卫生纸。你看，反正只要用动作来跟着那个动作来表示就是可以了。还有那种撕的，哦，撕下来然后擦的卫生纸，哎，撕下来扯掉了，哦，所以都是用动作来表示。OK。纸就是一张纸。以前呢，手语是白色一张，好，纸白色的一张，纸白色的一张纸。OK， 下一个，塑胶，软软的。塑胶就是软软的，第一个啊，软软的。那如果像这个这一种塑胶，你们看哦，塑胶，然后吹气，塑胶吹气，也可以用一个塑胶就可以，哦，塑胶很多，因为塑胶和塑胶袋。常常都会联想在一起，哎，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个单纯一个，也常常指的就是塑胶袋。OK， 下一个，对，就是这个塑胶袋，软软的袋子，塑胶袋，塑胶袋。第二个，塑胶袋，吹袋。这两个手语，好，下一个，灯泡，转一转，发光，转一转，发光，灯泡，好，下一个，灯管，一根灯，一根灯，灯管，简单哈，好，下一个。干电池，第一个笔法，以前的手语是电池，电，然后一个空空，一个管状上来，电池，好，第二个手语呢，电池，电池，通常电池都会一个接着一个，对不对？像那个手电筒，好，接在一起，电池，电池。接下来光碟片，光碟片，第二个手语，光碟片，再一次哦，第一个光碟片，这个就是放光碟片 CD， 然后就会伸进去，对不对？动作啊，光碟片，第二个手语，光碟片。他在找他的垃圾，对，啊，光碟片，通常这个放进去，然后就会自动滚进去，哎，所以就是光碟片。OK， 好，下一个玻璃瓶，玻璃瓶。
瓶，这是有转流的，玻璃瓶，或者是玻璃瓶，玻璃瓶，看它的形状，玻璃就是这个，通常这个眼镜会亮亮的啊，玻璃。好，接下来铝箔包，吸管一插，方方的，一插，铝箔包这一个，啊，就是一插这一个。好，接下来易开罐，嘣，嘣，左手拿一个饮料，右手嘣起来，易开罐，好，接下来铁，这个手语学一下，这个手型，然后弯起来打开，弯起来打开，铁，拉长是什么？拉长哪一个拉长？哪一个词汇哈？拉长吗？待会再帮我们留个言哈，拉长哪一个词汇的拉长？是这个卫生纸哦，就是意思是这样子是什么？没有那个手语，它这个手语意思是说卫生纸，我们在模仿动作的时候不要太夸张，变成拉长，就是用它的动作，因为卫生纸你要通常你都是偷偷摸摸在洗鼻涕嘛，你不会把鼻涕这样洗那么长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在鼻子前面捏一捏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老师只是提醒大家，在学动作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一个动作我们会把它夸张了，然后就学了以后又更夸张，好，那就失去它原来的意思了。OK， 好，那刚刚的铁啊，好，接下来养猪，养。这个好像是拿汤匙喂它，好，喂它，养它，养猪。有人的手语是养，这个也是喂它的意思，好，养猪，养猪，养猪都可以。好，接下来堆肥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一棵树。然后把它丢到树根会胖，堆肥，好，再一次哦，好，堆胖胖练，胖从脸拉起来，脸堆肥，我们就借用那个肥就是胖的意思，好，堆肥 ，OK， 好，下一个环保。环境保护这个地方，环境保护，环保，好，下一个干净，一尘不染的感觉，干净 OK， 地球，这个是地的手语，三个指头捏一捏，然后地球。有人的手语是地球转动，看起来也很像啊，那但是比较精准就是地球更清楚。OK， 现在要再复习一次哦。好，我们要。嘴巴闭起来，然后看我们的手语跟词汇，练习用眼睛看哦。开始。
好，练习完了吗？大家会了吗？今天看到啊，一个是那个我们的阿嬷，云林的阿嬷，在那个游览车上面，在啊，不会吵，不会吵。我们看到他在游览车上面，还在上课练习手语哈，好努力哦，很佩服。然后今天那个Linda 桃园的 Linda 很早就在前面等着了，对哦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要来手语问答咯，我们两个用手语问答，但是不说话。大家仔细看，看懂不懂？接下来我们才做翻译的解说。好，大家练习看哦。好，看懂吗？可以哦，可以哦，都懂哦，知道，真的吗？拜拜，好了，我们下课了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还是来解释一次哦。好，林佳老师开始。吃完饭了，我去倒垃圾，把它倒到垃圾桶。哎，等等，你的垃圾种类那么多，可以回收，你不分类吗？垃圾的种类这么多，我要怎么分类呢？我解释告诉你啊，你可以把它分成三个，第一个，一般垃圾，第二个资源回收，第三个厨余，这三大类。是，对，一般垃圾就是什么呢？塑胶袋、卫生纸、筷子这些，对，还有塑胶瓶、玻璃罐、易开罐、铁罐，这些都可以回收再利用哦。嗯，那
报纸、纸盒、铝箔包、纸袋，这些都是废纸。对，还有灯泡、灯管、光碟片，还有电池，这些都可以回收哦。还有吃剩下的饭菜、果皮可以回收，养猪做堆肥，对，我们一起资源回收，做环保，让地球更干净。好，对，简单看懂了，是，但是那个手语可以再把它练习，然后就更顺咯。好，你们记得啊，手语要练习哈，做运动，然后手语呢也会可以帮龙朋友服务哦。OK， 现在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什么呢？互动问答喽。连桥老师，我的动作，然后大家来猜，知道了举手告诉我。OK， 今天这是什么回收的东西？好，再一次哦，这是什么回收物？好，这是什么？纸哦，哎，不对，阅历，也不对，每一天要撕的，对，答对了，对了，日历是哦，手语。日历，好，那如果是那个月历呢？如果月历的话要加月，好，这个日历的话就不用加日，月历的话叫，还有就是日历哈会常常撕，月历哦不会常常撕，知道吗？所以刚刚老师才说不对。接下来这是什么回收的东西呢？猜猜，乳液。有没有答案？有没有？好，再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酒精，酒精，对，酒精瓶，好，酒精瓶，对。手语怎么比呢？酒精不一定，好，要擦这个也可以，擦那个也可以。酒精瓶 ，OK， 下一个，这是什么回收物呢？是温度计，答对，温度计一个之外呢，还有这种，这个是什么？额温枪。好，或是耳温枪，不是变哦，不要这个，不要变哦，就是直接放在这里面哈，直接放在这里，然后检查温度，好，答对了，
下一个，这个是什么回收的东西呢？那个是什么？窗帘啊，窗帘。回收的，可以回收的，可以回收。表演的不够。窗子前面，然后这个拆下来，纱窗。好，加这个好了。这样猜得出来了吧？猜得出来了吧？猜不出来。好，这铁窗，手语怎么比？有人的手语是这样哦，外面家在外面，阳台违建，铁窗。因为它凸出来嘛，所以就是外面加上去的铁窗，好，然后这个一条一条的下来，铁也可以，一条一条下来的铁。好，下一个，这是什么回收的东西呢？雨伞，对，但是雨伞的什么？雨伞架，好，对，可以，答对，雨伞骨架，答对，好，接下来这是什么回收的东西呢？传单，答对，很棒，都 Amy 有答对，好 ，OK。下一题，这是什么回收的东西呢？啊，铁钉，答对 ，Amy 又答对了，好 ，Amy 很会猜哦。好，下一个，最后一个。这是回收的什么东西呢？五个字。什么东西？五个字。生日蛋糕盒哦，答对了。Amy 很厉害哦，刚刚 Max 也有猜到铁钉。这个 Amy 很会猜哈，学得很认真。OK， 好，看大家呢对资源回收，好，他说老师比得好哦，他说是老师你表演的棒，他才会猜得到。我在表演，我表演的怎么样啊？好，哦，看起来同学们对资源回收的东西都很熟悉，难不倒大家。是啊，其实垃圾的一半都可以再回收、再利用的。垃圾呢，如果可以把它减量，资源物再回收利用，可以呢，地球资源树木啊、挖炭啊，就可以减少它的耗损。好，那我现在要开始做垃圾分类咯。
线上手语教室的朋友们，你家的垃圾车来了没有？记得要把垃圾分类先做好再丢哦。也要谢谢线上手语啊，老师，酒瓶跟酒精瓶一样吗？酒瓶，你要看哈，因为你的酒不会拿来擦，倒来擦桌子，了解吗？酒精哈，酒精它就有那个会拿来擦东西。你如果说觉得分不清楚，你就可以再照字面比酒精瓶，好啊，酒瓶。然后刚刚老师比的是这个擦擦擦擦擦。酒精瓶，把它擦干净，这样了解哦。好，那今天也要谢谢线上手语教室的工作团队，每次都帮我们吃完饭以后帮我们做资源回收哦，谢谢线上手语教室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